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曲，也谢谢大家呢留到最后，地震没有走，呵呵啊，但是我这首完就要走了，不然会再地震哈。啊，大家都很刺激哈，很刺激啊！听这首歌呢压压惊哈，这首歌听得很好睡。这首歌呢是我小时候，我从国小每一天哦都会听音乐睡觉。那我每一天听的都是这首歌《茉莉花》哦，来跟你们分享一下《Jasmine Flower》，谢谢。
啊，不对，要回去啊。好，这个很感谢大家哈，这一首呢算是很抒情的《茉莉花》，送给大家哈，因为只能演奏到十点啊，所以今天的 ending 曲就用这首《茉莉花》送给大家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那也欢迎大家呢购买我们的周边以及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YouTube， 给我实质上的支持与鼓励。我们下礼拜六同一时间再见了。那明天呢，我也会到东区做公益的庙宇演奏，地点呢在东区的圣卢宫，好，可以 Google 一下，好，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6点，也欢迎各位舞蹈老师，好，明天下午呢一起到圣卢宫呢来支持小弟还有我的铁粉们，明天。